身后，身后。你看这个地方哈，你看现在是啊高潮，你看刹车后。Yeah, 你看它这个，你看这个洞里面哈，它早藏那个涨潮的，就跟我们在那个 Acadia 看的山的后一样哈。你看它如果对涨潮以后，它就会 splash， 然后就有很大的声音，有的时候很高。那这个刚才看的这个 fur 的 sea lion 呢，它曾经在百年前受到人们过来这边就打它，想要它的毛，所以它就对人类有一种惧怕感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走得太靠近的话，它就会攻击我们。所以这 sea lion 呢，这个 fur sea lion 是这边蛮危险的一个动物，它是会攻击的，如果你走得太靠近，侵犯了它的领域的话。我再照一个清楚一点的山的后哈，就涨潮的时候，就，你看它的潮水全部都流下去哈，你看流到下面去，然后涨潮是哇，它搞了一个好大的 spray 啊，它好大，这个要一直跑出来。有的时候刚导游说啊，有时候这样啪一下出来的时候，就那个 sea lion 就这样子呜就跑出来了啊，好过瘾啊！你看它这么大的水，在一个小洞哈，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水跑出来。再看一下哈，洞很深，慢慢的水下去，等涨潮的时候就 spray 好大，这样上来了哈。OK， 现在有时候潮水不够大，好，我们再等下一个啊。你看它这么低，然后这个地方格拉佛格斯呢，这边是以前来的是英卡的人最先来的啊，那后来慢慢就绝迹了，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荒岛。